自控技术南投印尼观光嘉年华老实展开，除了印尼竞赛扩大为创意料理比赛，千人品尝印尼增加到6000万，并结合十大盘球类票选活动和印尼新车发表会等等。市公所指出，除了营销南投的美食，也毋忘带动周边的观光效益。南投印尼观光嘉年华由柯淑华馆长甲张家铁市长等人协助总铺师现场制作薏米创意料理，进行秘密的启动了后，老在展开。没有什么违和感，就像我们有时候吃泰国料理，很多的泰国料理会加一些甜的，但实际上基本上的口感还是偏咸比较多，但是珍珠本身又是甜的啊，很特别的一种口感，不同的那个口感的尝试。为了讲营销到南投吃薏米，公所大公甲在地米厂合作，开发到薏米盘手类。成为着受欢迎的观光大赛，并且在县政府协助之下，以嘉年华形式来举办着南投薏米节，将众人喜欢的品尝薏米，结果创意料理赛来设立新纪录。准备了2000碗的薏米来让我们民众品尝之外，今年更推出了这个创意料理的新霸赛哈，让我们这些店家哈，在平常他们的这个意面当中哈，加入创意的料理，然后获得哈，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评选，选出最有厉害的这个创意料理，好吃啊，很好吃，QQ 的啊，还蛮香的，肉燥很香啊。就是我觉得南投意面跟其他地方的意面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嚼劲跟那个 Q 劲，就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南投是特别 Q， 特别就是进嘴之后那个嚼劲跟特别 Q 弹这样子，然后味道特别浓厚，我很喜欢这样。活动的现场，并且来推出着南投薏米新菜发表会，覆盖美食的乡亲，会使更加熟悉着南投企业发展这个饮食文化。同时在推出了这一本书，也可以告诉大家，过去从福州来到了台湾，来到南投，在改良成真正的适合在地的南投薏面之后，是多么受到欢迎。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商家的这个支持，能够让我们的薏面能够推广到海内外，包括我们的县长哈，那我们秀智议员也讲到说，我们用铜板价就可以吃到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美食哈。多讲薏面的推广，十大盘手类票选活动嘛正闹热，县长结合南投市公所来加强营销，欢迎全国民众到南投铁佗品尝在地美食。记者林雨欣，长报道。